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5月18日报道，近日波兰警方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缉毒行动，对已经被锁定的贩毒分子进行统一抓捕。在一个名为宗布基的小镇，大批特警队员凌晨突袭一幢毒贩藏身的大楼。当最后一名特警队员进入大楼后，突然天上落下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子，重重摔在院子里。特警闻声回头一看，迅速扑上去将男子抓获。经过查证，这名男子就是一名警方通缉的毒贩，本想在小镇躲风头，没想到警察突然冲进来，于是顾不上穿衣服，直接从窗户跳出去，只是腿和手受了点轻伤。